TG 2007实际卷113列传53南越列传。南越王一位陀者，二真定人也，三姓赵氏。秦时已并天下，略定阳越，四至桂林，五南海象郡，六以折七喜名，与越杂。楚十三岁，八陀。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九至二世时，南海卫时任萧十一并且死。赵龙川令赵佗与曰：闻陈胜等作乱，秦魏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西虎争天下，中国扰乱，魏之所安。豪杰叛秦相立，南海辟远。吴恐道兵侵地至此，吴欲兴兵绝兴道，十二自备，待诸侯变，会并甚。且番禺赴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益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常立吴卒与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陀书。十三行南海卫士。十四萧死，陀即移席告横浦。十五阳山。十六黄溪。十七关曰道，兵且至，即决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诸秦所至常立，以其党未驾守。十八秦已破灭，陀即疾病桂林相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十九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事陀伏诸。汉十一年，遣陆贾英立陀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合及百越，吴魏南边患害，与长沙接近，驻宜正义都广州南海县。 TG 2008注二所引为他，魏官也，他名也，姓赵。他因图何反，又十三州纪云大郡曰守，小郡曰魏，注三所引为昭曰故郡名。后更魏县在长山。注四集解张燕曰：扬州之南越也。所引按《战国策》云：吴起魏楚收阳越，正义下于九州，本属扬州，故云阳越。注五所引按《地理志》武帝更名玉林。注六所引按《本纪始皇三十三年略录梁地》，以为南海贵临相郡，《地理志》云武帝更名日南。注七所引因直阁反。注八集解徐广曰：秦并天下，至二世元年十三年，并天下八岁，乃平越地，至二世元年六年耳。注九所引地理志县名，属南海也。正义言师古云：龙川南海县也，即今之寻州也。裴氏广州纪云：本伯罗县之东乡，有龙川地而出，集血流泉，因以为号也。注十集解徐广曰：尔时魏言东魏也。注十一所引五刀反。注十二所引按苏凌云秦所通越道。注十三集解为昭曰：备之以书，因光备之备，所引为昭云备之以书，因皮亦反。注十四所引符前云：萧诈作诏书，始为南海卫。注十五所引按南康纪云：南野县大于岭三十里至横浦，有秦石关，其下位位塞上。注十六所引姚氏案地理志云：揭阳有阳山县，今此县上流柏，于里有其田岭，当是阳山关。注十七集解徐广曰：在贵阳通四会也。所引聂西邹是刘氏本并作聂，因年节反。汉书作黄溪，因黄又为清传南越传云出贵阳下黄水是也。而姚察云 TG 2009
实际作孽，经本作黄，孽及黄不同，良由随文则者改，故也。水经云：韩会县南有会浦关，未知孰是，然邹旦作孽，汉书作黄，盖尽于古。注十八所引案为他立其所亲党魏郡县之职或驾守。注十九集解为昭曰：生以五位号，不羁于古也。高后时有司请进南越关试铁器，婆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意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欲以中国，即灭南越而并王之，自谓公也。于是陀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高后遣将军龙、绿侯臣一往及之，会蜀师，士卒大义，兵不能逾岭。两岁余，高后崩，即罢兵。陀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路以闽越西欧洛，亦属焉。三东西万余里，乃成黄屋左道，称制与中国谋。注意所引为昭云：姓周，龙绿，县名，属河内，因陵驴二因。注二所引案此岭即阳山岭。注三集解《汉书》音译曰：洛越也。所引邹氏云：又有洛越，姚氏案广州纪云：交趾有洛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为洛人，有洛王、洛侯。诸县自名为洛江，同应清兽，即今之令长也。后蜀王子将兵讨洛侯，自称为安阳王，至封西县。后南越王为他攻破安阳王，令二十典主交趾九真二郡人，寻死洛及欧洛也。即孝文帝元年，出镇抚天下，始告诸侯四夷从带来即位意，欲胜的焉，乃为陀亲仪在真定至守义，遂时奉祀，召其从坤帝尊官后赐宠之。赵丞相陈平等举可使南越者，平言好之路。甲先帝时袭使南越，乃赵甲以为太中大夫。王使因让陀自立魏帝，曾无一介之使报者，陆甲至南越。王慎 TG 2010孔魏书谢称曰：蛮夷大肠老夫陈陀，前日高后隔以南越，现以长沙王谗臣。又遥闻高后进诸陀宗族，绝烧先人仪，已故自弃，犯长沙边境，且南方卑师，蛮夷忠贤，其东闽越千人西，号称王，其西欧洛裸国一亦称王。老臣望窃帝号，聊以自娱，岂敢以闻天王哉？乃顿首谢，愿常为凡臣奉供职。于是乃下令国中曰：吴文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皇帝贤天子也。自今以后，去帝至黄屋左道，陆贾还报孝文帝大说，遂至孝景时称臣，使人朝请。然南越其居国妾如故号名，其使天子称王朝命如诸侯。至建元四年卒。注意所引杨国因何寡反，杨陆行也，陀孙胡为南越王，一词使闽越王引新兵及南越边邑。胡使人上书曰：两越俱为凡臣，吾得善兴兵相攻击，今闽越兴兵侵臣，臣不敢兴兵，唯天子召之。于是天子多南越邑，守职曰：魏兴师，前两将军二王讨闽越，兵未逾岭，闽越王帝于善沙营以降，于是罢兵。注意集解许广曰：
皇甫谧曰：越王赵佗以建元四年卒。二，时汉兴七十年，佗盖百岁矣。注二所引王恢韩安国。天子使庄助往遇一南越王。胡顿守曰：天子乃为臣兴兵。陶敏曰：死无以报的。遣太子因其入宿卫。卫助曰：国兴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庄入见天子。助去后，其大臣见胡曰：汉兴兵诸尹一行已惊动南越，且先王习言是天子，其无失礼，要之不可以说好与入见。一入见则不得复归，亡国之事也。于是胡称病，竟不入见。后时 PG 2011。余岁，胡时病甚，太子因其请归。胡薨，是谓文王。注意所引越豪与入见。越，汉书作处，为昭云右处。豪语因其戴笠，即藏其先武帝玺。亦因其其入宿卫在长安时，娶邯郸鸠氏女，二生子兴。三吉即位，尚书请立鸠氏女为后。兴未嗣，汉庶使使者封御因其，因其上乐善杀生自恣，具入见，要用汉法，比内诸侯，故称病，遂不入见。遣子赐公入宿卫，因其薨，是谓明王。注意所引李齐云去其见号。注二所引矫氏女，矫既就反，矫姓出邯郸。注三集解徐广曰：一作典，太子兴戴笠，其母为太后，太后自谓为因其积食，常与罢，邻人安国少计一通，即因其薨后，元鼎四年，汉使安国少计往遇王王太后矣。入朝，比内诸侯，令便是见大夫中君等宣其词，勇士为臣等辅，其缺。二位魏陆伯的将兵屯贵阳，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国人也，常与安国少计通，其使父思焉，国人颇知之，多不复太后。太后恐乱起，意欲以汉威，数劝王及偶臣求内属，即因使者上书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于是天子许之。四，其丞相吕嘉莹应，即内史中尉太傅应，余得自治，除其故，情亦行，用汉法，比内诸侯，使者皆刘田辅之。王王太后敕，至行庄重击，未入朝拒。注意所引安国，姓也，少记名也。注两集解徐广曰：一作绝 PG 2012。其乡吕家年长矣，乡三王宗族官氏未尝立者七十余人，男敬上王女，女敬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一齐居，国中甚重，越人信之，多为耳目者，得悉心欲于王。王之上书数见指王，王弗听，有叛心，数称病不见汉使者，使者皆注一家，是谓能诛。王王太后亦恐家等先事发，乃置酒借汉使者权，二谋诛家等。使者皆东乡，太后南乡，王北乡，乡家大臣皆西乡，是作引家地未将，将族居宫外。九行，太后谓家曰：南越内属，国之利也，而乡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乡帐，遂莫敢发。家见耳目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葱家三以矛。王指太后，家遂出，分其地兵就舍。四称病，不肯见王及使者，
乃因与大臣作乱，王肃无意诛家，家知之，已故数月不发。太后有淫行，国人不复，欲独诛家等，力又不能。注意集解《汉书》音义曰：苍梧越中王自名为秦王，连亲婚也。所引案苍梧越中王自名为秦王，即下赵光氏也。故云有连，连者连音也，赵与秦同姓，故称秦王。注两集解为昭曰：是使者未借纣也。所引为昭曰：是使者未借纣，至灵云借者因也，欲因使者全诛吕家。然二家之说皆通，为昭以借未是，借者贤也，以言贤是汉使者之权。亦即得云是未借纣，则非也，于喜以借未因，亦有所由。按借者宾主所由也。注三集解为昭曰：聪壮也，所引为昭云：聪壮也。按自灵七兄反，又吴王辟传聪杀吴王，与此同。注四所引分地兵就舍，按为分取其兵也。汉书作借，借备也，是也。天子闻家不听王，王王太后若孤不能治，使者却无绝。 PG 2013。又以为王王太后已复汉，独吕家未乱，不足以兴兵。御史庄参以2000人往使，参曰：以好往，数人足矣。以无往，2000人无足以为也，此不可。天子罢参也。甲乙壮士故计北相韩，千秋愤曰：以区区之月，又有王太后应，独相吕家未害，愿得勇士200人，必斩甲乙报。于是天子遣千秋二与王太后，帝纠勒将2000人往入越境，吕家等乃遂反。下令国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国人也，又与使者乱，专欲内属，竟持先王宝器入献天子以自媚，多从人。行至长安，鲁迈以为同仆，取自托一时之力，无故肇事社稷，为万世律纪之意，乃与其弟将卒攻杀王太后及汉使者，遣人告苍梧秦王及其诸郡县。立明王长南越妻子树阳侯三建德为王，而韩千秋兵入，破数小邑。其后越直开道给食，位置番禺40里，遂灭之。使人韩封汉使者节至塞上，四好未慢辞谢罪，发兵守要害楚。于是天子曰：韩千秋虽无成功，一军封之冠，封其子延年为成安侯，武纠勒其姐为王太后，守愿蜀汉，封其子广德为龙亢侯。六乃下赦曰：天子为诸侯立政，击臣部，讨贼，今吕家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7楼船10万师8王讨之。注意集解徐广曰：现属颍川，因古恰反，所引如淳云甲县名在颍州，正义今汝州夹城县。注两集解徐广曰：魏孝魏。注三集解徐广曰：元鼎四年，以南越王兄越封高昌侯，所引为昭云汉所封。按功臣表，树阳属下裴。注四所引韩封汉使节至塞上，按南康记以为大禹名塞。 PG 2014。上也。注五所引按功臣表，成安属夹。注六所引按龙亢属乔国。汉书作龙侯，伏前鹰叫，竟着云古龙字。
助七吉解徐广曰：怀，一作会也。助八吉解应少曰：时欲吉月，非水不至，故作大船。船，上失楼，故号曰楼船也。元鼎五年秋，魏魏陆伯的魏伏波将军出贵阳，下惠水，一主角东魏阳仆魏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二魏歌船下立将军。三出零陵，或下离水，四或抵苍梧，使持一侯五英巴蜀罪人发夜郎兵，六下臧科江，七贤会番禺。注意集解徐广曰：一作黄，因按地理制曰贵阳，有惠水，通四会，或作怀字，所引刘氏云会当作黄，汉书云下黄水，或本作匡。注两集解张燕曰：故越人，将魏侯。注三集解徐广曰：立，一作赖，因按张燕曰越人于水中覆人船，又有蛟龙之害，故置歌于船下，因以为名也。应少曰：赖，水流涉上也。赞曰：伍子胥书有歌船，以载干戈，因谓之歌船也。注四集解徐广曰：在零陵，通广信，正义地理至云陵，陵县有离水，东至广信入玉陵980里。注五集解徐广曰：越人也，名夷。注六正义取周协州以南是夜郎国。注七正义将出南角外，东通四会，至番禺入海也。元鼎六年冬，楼船将军将金卒先陷巡陕，一破石门，二得越船速，因推而前，错越锋，以数万人待伏波。伏波将军将罪 ，PG 2015人，道远，会其后，与楼船会乃有千余人，遂俱进。楼船居前，至番禺，见得家皆城守，楼船自责便处，居东南面，伏波居西北面，会幕，楼船功败越人。纵火烧城，越素闻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未迎，遣使者招降者，赐印附纵令相招，楼船立功烧敌，反驱而入伏波营中，狂诞三城中皆降伏波。吕嘉见得以夜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问所得将者贵人，以知吕嘉所知，遣人追之，以其故效，为司马苏弘的建德，封为海长侯。四月郎五都基六的家，封为林蔡侯。七，注意所引姚氏云：巡陕在始兴西300里，近连口也。注二所引岸广州记在番禺县北30里。习吕家巨汉，积石镇江，名曰石门，又俗云石门水，名曰滩泉。引之则令人变，故无引之至石门，浊水引，乃谓之歌云也。注三集解徐广曰：吕进云狂节也，因立西反节由连及代至也。汉书狂诞谓迟诞，未代名也。所引邹氏云狂，一作彼，彼因必至反，然狂即彼意，又解狂黑也，天未明上黑时也。汉书亦作时明，时因至时代也，一狂之意也。注四集解徐广曰：在东来。注五集解徐广曰：南越之郎官。注六集解徐广曰：表曰孙都。注七所引案表属河内，苍梧王赵光者，越王同姓，闻汉兵至，即越揭阳令定一字，定蜀汉。越桂林监居翁二与欧洛蜀汉三皆的魏侯，
四歌传，下立将军兵及持一侯所发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为九郡。PG 2016，五福波将军一封，楼传将军兵已献兼未将梁侯。注意集解为昭曰：皆因其事反。所引地理至揭阳县属，南海，皆因节，为昭因其事反。刘氏因求立反，定者，令之名也。按汉功臣表云定揭阳令，亦又别也。注两集解《汉书》音义曰：桂林郡中间，姓居民翁也。注三所引按《汉书》，欧洛三十余万口降汉。注四所引按《汉书》云：光文汉兵制，将封为隋陶侯，皆阳令使定为安道侯，越江必取为辽侯，桂林兼居翁为襄城侯。为昭云：襄城属堵阳，隋陶安道辽三县皆属南阳，辽阴辽也。注五集解徐广曰：丹耳、朱崖、南海、苍梧、九真、玉林、日南、合浦、交趾。所引徐广皆据《汉书》未说，自魏陀出王后，吾是93岁而国亡焉。太史公曰：魏陀之亡，本由任萧，遭汉初定，列位诸侯，龙绿离失意，陀得以一交，欧洛相攻，南越动摇，汉兵临近，因其入朝，其后亡国，征自纠女，吕家小忠，令陀无后。楼传从豫，代傲失祸，伏波困穷，至律欲直，因祸未伏，成败之转，譬若鸠末。所引数赞中原路走，偶雄末至，汉室西驱，越权南溢，陆贾逞说，为他去地，烙后内朝，吕家郎立，君臣不协，卒从，角斗。PG 2017，《史记》卷114，列传54，东越列传。闽越翼王吴诸及越东海王姚者，其先皆越王巨舰之后也。姓邹氏，二秦以并天下，皆废魏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三级诸侯叛秦，吴诸姚律越归鄱阳，令吴瑞。所谓鄱君者也，从诸侯灭秦，当世之时，相及主命，福王似以故不复楚。汉及相及吴诸姚律越人左汉。汉五年，复立吴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也。孝惠三年，举高帝十月公，曰：闽君姚公多，其名变复，乃立姚为东海王。五都东欧，六世俗号为东欧王。注意集解为昭曰：闽因五经反，东越之别名。所引按说文云：闽东越蛇种也，故自从虫，闽因名。注两集解徐广曰：邹一座落，所引徐广云：一座落，世上云欧洛，不姓邹。注三集解徐广曰：今建安侯官氏，所引徐广云：本建安侯官氏，按为闽州，按下文都东也。为昭以为在侯官，正义今闽州又改为府也。注四集解汉书音义曰：主号令诸侯，不亡吴诸姚等。注五集解应少曰：在吴郡东南滨海云。注六集解徐广曰：今之永宁也。所引为昭曰：今永宁姚氏云欧水名永嘉纪水出永宁山。行三 PG 2018，十余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东欧王都城，有亭，积石未到，今犹在也。后数世，
至孝景三年，吴王必反，欲从闽越，闽越未肯行，独东欧从吴，及吴破，东欧受汉垢，杀吴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诛，归国。吴王子子居王走闽越，愿东欧杀其父，常劝闽越及东欧。至建元三年，闽越发兵为东欧，东欧时进困且降，乃使人告及天子。天子问太尉田汾，汾对曰：越人相攻击，故其长又数反复，不足以凡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服蜀，于是中大夫庄祝节汾曰：特患力服能救，得服能复成，能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乃越也？今小国已穷困，来告及天子，天子扶朕，彼当安所告诉？又何以子万国乎？上曰：太尉未足与计，吾出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乃遣庄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太守欲拒不畏发兵，助乃斩。一司马欲一止，遂发兵扶海救东欧。未至，明月引兵而去。东欧秦举国喜中国，乃西举西来，楚江淮之贤。一注意集解徐广曰：年表云东欧王广武侯望，虑其西四万余人来将，加庐将军，所引徐广据年表而未说。至建元六年，闽越及南越，南越守天子曰：不敢擅发兵急，而以闻上遣大行王辉出豫章，大农韩安国出会稽，皆为将军，兵未于领。闽越王引发兵拒险，其弟于善乃与相宗族谋曰：王以善发兵及南越，不请，故天子兵来诛。今汉兵西强，今即幸胜之，后来亦多，终灭国而止。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听。 PG 2019罢兵，故一国完，不听，乃力战，不生，即王入海，皆曰善，即聪意杀王，使使奉其头至大行。大行曰：所未来者，诸王，今王头至，谢罪，不战而云，二立莫大焉，乃以便宜，按兵告大农军，而使使奉王头持报天子。赵霸两将兵曰：尹等守恶，独吾诸孙游君丑三不与谋焉。乃使郎中将立丑位，越游王奉闽越先祭祀。注意所引刘氏又因疮聪壮也。注两集解徐广曰：汉书作允，云亦当取云除，或言云因于焚反，此楚人生重耳，允云当同音，但自有假借，声有轻重，所引云因云云楚也。汉书作允，因于焚反。注三所引由阴爻，一号也丑明，于善以杀隐，威行于国，国民多属，窃自立为王，由王不能矫其西持政。天子闻之，谓于善不足复兴师，曰：于善术，于隐谋乱，而后守诸隐，失得不劳，因立于善为东越王，与游王并处。至元鼎五年，南越反，东越王于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及吕家等，兵至揭阳，以海风波未解，不行，持两端，因使南越及汉破番禺，不至。是时楼船将军杨仆使使上书，愿便引兵及东越，上曰：士卒劳倦，不许罢兵，令诸孝屯豫章每领待命，
一，注意集解许广曰，在会稽界。所引案许广云在会稽，非也。今案豫章三十里有梅岭，在红岩山族，当古驿道。此文云豫章梅岭，知非会稽也。PG 2020。正义扩地志云，梅岭在乾化县东北128里。乾州汉邑属豫章郡，二所未详。元鼎六年秋，余善闻楼船请诸之，汉兵临近，且往，乃遂反，发兵拒汉道。号将军邹立等未吞汉将军，入白沙谷林一梅岭，杀汉三校尉。是时汉使大农张成故山州侯迟二江屯抚感急，却就便处，皆作未诺诸。注意集解许广曰，在豫章界。所引许广云在豫章界，按今豫章北200里，皆鄱阳界，地名白沙，有小水入湖，名曰白沙坑。东南80里有五阳亭，亭东南30里地名武陵，此白沙武陵。今当闽越入京道。注两集解许广曰，城阳共王子，于善克武帝喜自立，诈其名，未妄言。天子遣横海将军函说出巨章，一浮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杨仆出武陵，中尉王温书出梅岭，越侯魏歌船下赖将军出若邪二白沙。三，元丰元年冬，衔入东岳，东岳速发兵拒险，使训北将军守武陵，拜楼船军数校尉，杀常立。楼船将军率钱塘元忠古四斩训北将军，为豫而侯，五字兵未往。注意所引正是阴沟，会稽县也。正义据章故城在越州茂县西100里，汉县。注二所引案姚世云地名金缺。注三正义越州有若耶山、若耶溪、若如一豫州有白沙山，盖从如此邪，白沙东故闽州。注四正义钱塘杭州县元姓忠古名。注五集解《汉书》音译曰，今吴南亭是也。正义豫字今作雨，雨儿乡在苏州嘉兴县南70里，临官道也。 PG 2021。故越演侯吴阳前在汉，汉使归欲于善，于善弗听，即横海将军先至，越演侯吴阳以其一700人反，攻越军于汉阳，从建成侯敖亦与其律。从游王居谷谋曰，于善守恶，解守无属，今汉兵至西墙，既杀于善，自归珠江，倘幸得脱，乃遂拒杀于善，以其西将横海将军，故封游王居谷为东城侯20000户，封建成侯敖为开陵侯，三封越演侯吴阳为北石侯，封横海将军说为暗道侯，封横海校尉服为辽阴侯，成阳共王子，故为海长侯，做法师侯，就从军无功，以宗室故侯，珠江皆无成功。末封东越江多军，武汉兵至，弃其军将，封为无锡侯。注一集解许广曰，一东越臣。注二所引为昭曰，在九江。注三所引许广云敖东越臣，为昭云开陵属临淮。注四集解汉书音译曰，因辽营所引符前云因因荣县名，刘伯庄云辽因辽下因于引反，城阳王子也。
著五集解汉书音译曰多君名也，所引李齐云多君名为昭云多姓君名也。于是天子曰东岳侠多祖闽岳汉数反复赵君立皆将齐名袭楚江淮贤东岳帝遂虚。太史公曰岳虽蛮夷其先岂常有大功的于民哉？何其久也！历数代常为君王，据建议称伯，然于善治大逆，灭国迁徙。其先苗裔由王居谷等由上封为万户侯。由此知岳世世为公侯矣，盖与之于列也。所引述赞据建之意，是曰吴诸既袭汉宠。时因勤于 PG 2022邹洛魏姓闽中世居王尧之立原楚东隅后嗣不道嗣相诸除 PG 2023史记卷115列传55朝鲜列传集解张燕曰朝鲜有诗水列水善水三水何谓列水一乐浪朝鲜取名于此也。所引按朝阴朝直交反先阴先已有善水故名也善亦阴善朝鲜亦王满者故燕人也。二字使全燕十三长略属真番。四朝鲜五魏智利驻张塞秦灭燕属辽东外角汉兴魏齐远南守复修辽东固塞至沛水未界六属燕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七巨党千余人颓结蛮夷伏而东走出塞渡沛水居秦故控地上下章八稍一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其亡命者亡之东王显九注意正义朝鲜二英扩地至云高黎都平壤城本汉乐浪郡王显城右古云朝鲜地也注二所引按汉书满燕人姓魏即扩朝鲜而自亡之注三所引使全燕时为六国燕方全盛之时注四即解徐广曰一作末辽东有番汉县番阴浦韩反所引徐是据地理志而知也番阴潘又阴盘汉阴寒注无所引如纯云燕长略二国遗属己也应少云玄兔本真番国注六集解汉书音译曰配音棒配反所引配音旁配反 PG 2024正义地理志云沛水出辽东塞外西南至乐浪县西入海沛浦大反注七正义命为教令注八所引案地理志乐浪有云章注九集解徐广曰昌黎有显独县也所引为昭云谷一名徐广曰昌黎有显独县应少注地理至辽东显独县朝鲜王旧都陈赞云王显城在乐浪郡沛水之东也会孝会高后时天下初定辽东太守即曰满魏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道边诸蛮夷君常欲入见天子务得禁止以闻上许之已故满的兵威财物轻将其旁小邑真番临屯邑皆来服属方数千里二注意所引东夷小国后以为郡注二正义扩地至云朝鲜高黎漠东卧举五国之地国东西千300里南北2000里在京师东东至大海400里北至瀛州界920里南至新罗国600里北至漠河国1400里
传子至孙右渠，一所右汉王人资多，又未尝入见。真番旁，西国御尚书见天子，又永焉不通。元丰二年，汉使设河桥御二右渠，终不肯奉诏。何去至界上，临沛水，使欲刺杀宋河者三。朝鲜必王长四极度，时入塞。五岁归报天子曰：“杀朝鲜将，尚未其名美。”六极不捷，拜河卫辽东东部东魏。七朝鲜怨河，发兵袭攻沙河。注一正义其孙明也。注二所引说文云：“桥，让也；玉，小也。”桥因才效反。PG 2025。注三所引及宋河之玉也。注四正义言师古云：“长者，必亡明也。”宋河至沛水，河因刺杀也。按必亡及将士长，恐言非也。注五正义入平州榆林关也。注六所引有杀将之美名。注七正义地理至云辽东郡五次县，东部东魏所里也。天子慕罪人及朝鲜，其秋遣楼船将军杨仆纵其浮渤海，兵五万人。左将军寻至出辽东，讨右渠，右渠发兵拒险。左将军卒正多虑辽东兵先纵，败散。渤海走，作法斩。楼船将军将骑兵七千人先至王显，右渠城守，亏知楼船军少，即出城及楼船，楼船军败散走。将军杨仆失其息，遁山中十余日，稍求收散卒，复聚。左将军及朝鲜沛水西军未能破自前，天子为两将未有力，乃使魏山因兵威往御右渠。右渠见使者顿首谢愿将，恐两将诈杀臣，今见信捷，请扶将。遣太子入谢，卸马五千匹，即溃军粮人息万余，持兵方渡沛水。使者及左将军疑其未变，为太子以扶将，一命人无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将军诈杀之，遂不渡沛水，复引归山还报天子。天子诛山，左将军破沛水上军，乃前至城下，围其西北。楼船一往会居城南，右渠遂坚守城数月未能下。左将军素侍中信江燕带卒，汉乘胜，军多交楼船，将其卒入海，故以多败亡。其先与右渠战，因入王卒，卒皆恐。将兴年，其为右渠，长池何节。左将军急急之，朝鲜大臣乃因贤使人私约将楼船往来言，尚未肯决。左将军数与楼船齐战，楼船欲急救其曰：“不会。”左将军亦使人求贤系降下朝鲜，朝鲜不肯，心负楼船已故两江不相能。左将军心意楼船前有失军罪，今与朝鲜私善而又不降。 PG 2026。疑其有反计，未敢发。天子曰：“将虑不能。”前即乃使魏山欲将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团决，与左将军计相误。卒举曰：“今两将围城，右关义一故久不决。”使济南太守公孙遂往征正之，有便宜的以从事。遂至，左将军曰：“朝鲜当下久矣，不下者有状。”阎楼传述其不会，据以素所意告遂。
曰：“今如此不取，恐为大害，非独楼船，又且与朝鲜共灭吴军。”遂亦以为然，而以节赵楼传将军入左将军营记事，即命左将军麾下直捕楼传将军，并其军以报天子。天子诛遂，左将军以并两军，急朝鲜。朝鲜乡路人乡韩英尼西乡参将军王夹义相与谋曰：“使欲将楼传。”楼传惊直，独左将军并将，战一急，恐不能与战。王又不肯降，因侠路人皆王将汉，路人到死。元丰三年夏，尼西乡参乃使人杀朝，先王又渠来降，王显成未下，故又渠之大臣成嗣又反，复功立。左将军使右渠子长将二乡路人之子罪三告欲其名。朱成嗣已故，遂定朝鲜，为四郡，四封参为化清侯，五应为敌居侯，六夹为平州侯，七长将为己侯，八罪以父死颇有功，为温阳侯，九注意集解《汉书》音义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纪，故皆称乡夹音夹。”所引应少云：“凡五人，戎狄不知官纪，故皆称乡也。”路人渔阳县人如淳云：“乡齐国宰相，路人名也。”夹音夹，亦音邪。注两集解徐广曰：“表云长路，汉书表云长眉，因各所引按汉书表云长眉，因各注三所引路人子也，名罪。”注四集解真番：“灵豚乐浪玄兔也。” TG 2027。注五集解为昭曰：“蜀齐所引参化清侯，为昭云县，名蜀齐，故事化阴祸。”注六集解为昭曰：“蜀渤海所引阴敌居侯，晋卓云蜀渤海敌阴敌居阴子于反。”注七集解为昭曰：“蜀梁父所引夹平州侯，为昭云蜀梁父。”注八集解为昭曰：“蜀河东所引长几侯，为昭云县名蜀河东。”注九集解为昭曰：“蜀齐所引罪聂阳侯，为昭云蜀齐也。”左将军征至，坐征公相及，乖计气势。楼传将军亦作兵至裂口，亦当代左将军善先纵师王多当诛，孰谓数人。注意所引苏陵曰：“县名渡海先得之。”太史公曰：“右渠复故，国以绝嗣，设河乌宫，为兵发守。楼传江峡，一及南离旧，毁师番禺，乃反建仪，寻至征劳，与遂皆诛。两军俱入，将掠莫侯矣。”注一集解徐广曰：“言其所将族狭少，所引数赞未满燕人。朝鲜是王，王显至都，路人坐乡，又取手叉，涉河阴上，赵获自私，胡夷二江山，遂伏法分云无状。” TG 2028。史记卷116列传56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君常亦以神术，两夜郎最大，三齐西米莫四之属五，以神术滇最大，六字滇以北君常以神术，穷都最大，此皆颓节七耕田。有一句：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八北至叠鱼，九名未归昆明，十皆边发随续迁徙，
十一，吴长楚，吴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归矣。东北，君长以神数，喜左都。十二，最大，自左以东北，君长以神数，畅芒最大。十三，其俗或是住，或以喜，在蜀之西，自畅芒矣。东北，君长以神数，白马最大。十四，皆堤垒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注一正义在蜀之南。注二，所引刘氏因所聚反，邹氏因所主反。注三，所引荀悦云贤为蜀国也，为昭云汉魏县蜀臧科。按后汉书云夜郎东街交趾，其德在湖南，其君长本出于竹，以竹为姓也。正义今泸州南大江南岸斜州许州本夜郎国。注四，所引一异名，颠与同姓。注五，正义在蜀南以下及西也，米非在瑶州北，去今西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及米莫之夷。 PG 2029。注六，集解如纯曰：颠因颠，颠马出其国也。所引崔浩云后魏县月归太守所里也。正义昆州郎州等本颠国，去今西五千三百七十里也。注七，所引颓汉书作追，因直追反，结因记。注八，集解为昭曰：一名也。所引为昭云一名，汉书作同诗。注九，集解为昭曰：在益州，叠音业。所引为昭曰：益州县，叠音业。正义上音业，叠则在米北百余里，汉叠于县在泽西益州。米非本业于王蜀国也。注十，集解徐广曰：永昌有归唐县。所引崔浩云二国名，为昭云归益州县，正义归因随，今归州也。昆明归州县，代南皆昆明之地，因名也。注十一，正义编不典反续徐又反，皆归昆明之俗也。注十二，集解徐广曰：喜在汉家，左因左，在月归。所引福前云二国名，为昭云喜县属蜀，昨县在月归。徐广云昨因昨，正义喜因思，扩地志云昨州本西蜀角外，曰猫腔归。地李志云喜县也。华阳国志亚洲穷来山本名穷昨山，故穷人昨人界。注十三，所引案应少云问将军本畅芒，因王将反。正义扩地志云蜀西角外腔，茂州畅州本畅芒国地也。后汉书云畅芒其山有六夷七腔九堤，各有部落也。注十四，所引案一异名，即白马堤。正义扩地志云陇右成州五州皆白马堤，其豪族杨氏居成州仇池山上。使楚威王时，使将军庄敲仪将兵巡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敲者，故楚庄王苗裔也。敲至滇池，地方三百里。 PG 2030。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蜀楚。欲归报会秦即夺楚。八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西往滇，便服从其俗以长之。秦时长扼三略通五尺道，四诸此国颇至利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角。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左马伯同五毛牛，以此巴蜀应付。注意所引因据卓反，楚庄王帝未到者，
郑义奇略反，郎周坤周吉庄敲锁亡。柱二所引滇池方300里，地理至益州滇池县，则在西北。《后汉书》云：“其池水原深广，而墨更浅狭，有四道流，故谓滇池。”郑义扩地至云：“滇池则在昆州晋宁县西南30里，其水源深广而墨更浅狭，有四道流，故谓滇池。”注三集解阴暗。注四所引谓栈道广五尺。郑义扩地至云：“五尺道在郎州。”言师古云：“其处险恶，故道才广五尺。”如淳云：“道广五尺。”注五所引为昭云：“国属前卫，因浦北反。”浮前云：“旧京师有薄壁。”正义今益州南容州北临大山。古伯国建元6年，大行王辉及东岳，东岳杀王颖以报，辉因兵危，使番阳另一堂蒙封直小南岳。南岳时蒙属狗将，二蒙问所从来，约到西北臧科，臧科江三广数里，出番于城下，蒙归至长安，问属贾人，贾人曰：“独属出狗将，多持妾出是夜郎。夜郎者，临臧科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岳以财物亦属夜郎，昔至同师，然亦不能成实也。”蒙乃上书说上曰：“南岳王黄屋左道，地东西1000余里，名为外臣，食益州主也。今已长沙欲张网，水道多绝，难行。妾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10余万，浮船臧科江，出其不意，此至越益其也，诚以汉之强。八蜀之饶，通夜郎道，谓之利益甚，上许之，乃拜蒙为郎中。” TG 2031，江千人，十众1000余人，四从巴蜀卓官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后赐，欲以威德，曰谓之利，使其子未令。夜郎旁小义皆贪，汉曾伯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曰：“还报乃以魏前魏郡发巴蜀族至道，自伯道指臧科江，吴蜀人司马相如一言西夷穷左可至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遇，皆如南夷魏至益东魏10余县，蜀蜀注一正一番阴婆。”注两集解徐广曰：“狗一作举阴句阴暗汉书音译曰：狗目似古树，其叶如桑叶，用其叶作将作美。蜀人以为正位，所引举暗姓卓阴举。刘德云举树如桑，其真长2-3寸，未作取其实以为将美。又云举原树而生，非木也，今属土家出举。14桑葚，卫星似江，不作。又云取叶，此柱又云叶似桑叶，非也。广志云色黑，卫星下气消，古惧求于反。”注三正义崔浩云：“臧科戏传异也，常是华阳国志云：楚顷襄王时，遣庄敲伐夜郎，军至且拦，着船于岸而不战，既灭夜郎，以且拦有着船科楚，乃改其名为臧科。”注四所引岸时或辎重车也，因持用反。注五所引到臧科江，崔浩云：“臧科戏传异也，以为地名道游从也。地理至夜郎又有屯水，东至南海四会入海，此臧科江。当世时巴蜀四郡一通西南一道，
数转相响，数岁，道不通，是罢恶离失死者甚稀。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心急，耗费无功，上患之。使公孙弘往事问焉，还对言其不变。及弘为御史大夫，是时方著朔方以聚合。PG 2032。竹湖，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专利是匈奴，上罢西夷，独至南夷夜郎两县一东魏。二稍令前卫自保救。三注意集解徐广曰：汉中八郡，广汉蜀郡。注两集解徐广曰：元光六年，南夷使至游亭。注三正义令前卫自保守，而见修成其郡县也。即元寿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部穷竹杖，一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深独国，二可数千里，得蜀甲人士。或闻穷西可二千里有深独国，千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目中国，患匈奴隔其道，成通蜀，深独国道便进，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伯使昌吕越人等，使贤出西夷西，只求深独国。至滇，滇王长羌三乃留，为求到西十余倍，遂于皆避昆明，似莫能通深独国。注意集解为昭曰：穷县之竹，蜀属赞曰：穷山名，此竹节高十中，可作杖。注两集解徐广曰：自或作竹。汉书直云深读，是记忆本作干读。因按汉书音译曰：一名天竹，则浮屠胡氏也。所引申音捐读音堵，一本作干读，汉书音译一名天竹也。注三集解徐广曰：长一座赏。注四集解如纯曰：为昆明所必道。正义昆明在今归州南昆县是也。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属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益州主，不知汉广大。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是倾覆，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反，上使持义侯因前卫发南夷兵，且蓝义军恐远。PG 2033。行，庞国虏其老弱，乃与其西反，杀使者及前卫太守。汉乃发巴蜀罪人常及南越者八校尉及破之。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即引兵还。行诸投兰，两投兰常隔颠倒者也，以平投兰，遂平南夷未臧科郡。夜郎侯使以南越，南越以灭。会还诸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注意所引上因子于反，小国民也。后县属臧科。注二所引及且蓝也，南越破后，及汉诸且蓝穷军，并杀左侯，怅茫皆震恐，请臣致力，乃以穷东魏越归郡，左东魏沈广郡，怅茫魏汶山郡，亦广汉西白马魏武都郡。注意集解应绍曰：今蜀郡名江，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诸南夷兵威风御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西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达米莫，一皆同姓相符，未肯听。劳达米莫数侵犯使者立足。元丰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及灭劳达米莫，以兵临滇。滇王使守善，以故服诸。滇王离南西南夷，
举国将，请致力入朝。降。于是以为益州郡。四滇王王印，复长其名。注意所引劳秦米莫，二国与滇王同姓。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太史公曰：楚之先齐有天禄哉？在周魏文王师，封楚，即周之衰，地称五千里。秦灭诸后，为楚苗裔上有滇王。汉诸西南夷，国多灭矣。为滇父为宠王。然南夷之端，见狗将番禺，大夏帐琼竹。西 ，PG 2034，一后减，一票分二方，二族为七郡。三，注意集解《汉书》音译曰：音减，所引音减，减未被分割也。注二所引票音匹妙反，沿西一后被减破竹，遂票居西南二方，各属郡县，票亦分异。注三集解徐广曰：前魏臧科越归益州武都省，狂问山地也。所引数赞西南外角，庄敲首通。汉因大夏，乃命唐蒙，劳达米莫，一俗书封。夜郎最大，穷卓称雄。及至郡县，万代推功。PG 2035，史记卷117。列传57，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守时好读书，学籍见一故其亲名之曰犬子。二相如继学，三目令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以资为郎，是孝景帝，魏武其常事，四非其好也。惠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其人邹阳怀，因梅城吴庄祭夫子武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世居数岁，乃着子虚之父。注意所引吕氏春秋见记云：尺短入长，数乎纵横之数也。魏文典论云：与好极见，善以短成长是也。注二所引孟康云：爱而自知也。注三所引案秦密云：文翁遣相如受七经。注四所引张一曰：至六百石，常侍从个猛兽。注五集解徐广曰：名记，字夫子。所引徐广郭璞皆云：名记，字夫子。按邹阳传云：梅先生言夫子，此则夫子是美称，时人以为号。汉书作言记者，按记本姓庄，立明帝会改姓言也。会梁孝王族，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素与林琼令王即向善，即曰：长清酒患犹不遂，而来过我。于是相如往。 PG 2036，舍都亭，一林琼令庙未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上见之，后称病，使从者谢疾，疾欲亦谨素。林琼中多妇人，而着王孙家，同八百人，成正亦数百人。二人乃相谓曰：令有贵客，未惧，召之，并召令。令既至，着侍客以百数。至日中，夜司马长卿，长卿谢病不能往，林琼令不敢长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强往，一坐尽亲，酒酣。林琼令前奏琴曰：谢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相如辞谢，为古一再行。二世时着王孙有女文君，心寡好音，故相如庙与令相重，而以情心挑之。三相如之灵，
穷，从车骑，雍容娴雅甚都，四级引着事，弄情，闻君妾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闻君，侍者通殷勤，闻君夜亡奔相如。吾相如乃与持归成都，家居途，四壁立。六卓王孙大怒曰：“女智不才，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人或谓王孙，王孙终不听。闻君久之不乐，曰：“长卿，地聚如林穷，妻从昆地嫁带犹足未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与聚之林穷，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孤酒，而令闻君当炉。八，相如身自着独鼻坤，酒与宝雍杂作，食敌弃于室中。十一，卓王孙闻而耻之，谓杜门不出。昆地诸公十二更谓王孙曰：“有一男两女，所不足者非才也。今闻君已失身于司马长卿，长卿故倦游。”十三，虽贫，其人才足一也，且又令客，独奈何相入如此？卓王孙不得已，分与闻君同百人，钱百万，及其价十一倍财物。闻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住一所隐岸临穷郭下之亭也。住二所隐岸乐府长歌行短歌行，行者取也。此言古一再行，为一两曲。住三级解郭仆曰：“以情中音挑动之。”所隐张一云：“挑饶也，以情中饶之。”挑音涂了反，饶音奴了反。其诗曰 ：“PG 2037，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是尔，人遐独我长，何由交接为鸳鸯也？又曰：“凤兮凤兮从凰栖，得托子为永未飞。交情通体必和谐，终夜相从别有谁？”注四集解为昭曰：“贤。”独曰：“贤，甚得都邑之容也。”郭璞曰：“都有角也。”诗曰：“寻梅且都。”注无所隐郭璞云：“昏不以礼为王也。”注六集解郭璞曰：“言贫穷也，所隐岸恐闻祥云图空也，家空无资除，但有四壁而已，云就此中以安立也。”注七所隐地如林穷，闻隐云：“地且也。”郭璞云：“地与辞如王也。”注八集解为昭曰：“庐九四也，以土未堕，边高四庐。”注九集解为昭曰：“今三尺不作形如独鼻矣。”称此者言其无耻也，今同应言独扭，此其类矣。注十集解方言曰：“宝雍谓之勇，奴必见称也。”注十一集解为昭曰：“瓦器也，美食必敌盖者。”注十二集解郭璞曰：“诸公复行也。”注十三集解郭璞曰：“宴游患也，居久之，蜀人阳得亦为苟兼。一世上，上独子虚富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一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京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事。’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由列赋，赋成奏之，上许，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谓楚称：‘二乌有先生者，三乌有此事也，谓其难。四无事功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意，吾故空借六此三人谓辞，以推天子诸
侯之怨幼，其族张归之于节俭，因以封建。PG 2038。奏之天子，天子大说，其辞曰：助一级解郭璞曰：主列权也。助两级解郭璞曰：称说楚之美。助三级解徐广曰：巫一作恶。助四级解郭璞曰：劫难楚是也。助五级解郭璞曰：以为折中之谈也。助六所引因假借，与鸡同音。除使子胥始于齐，齐王西发境内之事，被车骑之西，于始者出田，田罢，子胥过橐邑，乌有先生，而吴士公在焉。坐定，乌有先生问曰：今日田乐乎？子胥曰：乐。或多乎？曰：少。然则何乐？曰：仆乐齐。王之欲夸仆以车骑之西，而仆对以云梦之事也。曰：可得。闻乎？注意及解郭璞曰：差，夸也。因托下反，所引上因歌，下因雅反，夸差是也。子胥曰：可。王驾车千乘，玄徒万骑，田于海滨，列卒满泽，伏往弥山，一眼兔平原广泽游猎之地，饶乐若此者乎？楚王之列何与寡人？四仆下车对曰：臣楚国之鄙人也，幸得素未食有余年，时从出游，游于后园，懒于有无，然犹未能寐因也。又恶足以言其外则者乎？齐王曰：虽然，略以子之所闻见而言之。注意及解郭璞曰：服居也，因服正义说文云：服兔王也，今翻车骑也，泥进也。注两集解徐广曰：临因令。因按郭璞曰：公己足临车立，所引公临，为昭云未持其一公也。司马彪曰PG 2039。公己也，说文云己，天引一公也。注三集解郭璞曰：言璞海边地多言鲁，先生肉也，然入也，因而言反，又因而越反，入之于伦，言而食之，物食也。因物所引理其云：先生肉也，然如也，妾生肉如言而食之，然或未脆，与下文列歌伦脆一同也。注四集解郭璞曰：与犹如也。璞对曰：唯唯。臣闻楚有七则，常见其一，未因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一名曰云梦，二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浮玉，龙虫绿足，岑岩参差，日月蔽窥，三交错纠纷，上干青云，坝池啤酒，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折萼，四雌黄五白富，六席碧漆金银，西色炫耀，照烂龙鳞，八旗十则赤玉玫瑰，九鳞昆吴，十珍网玄丽，十一十十五夫，十二其东则有惠普，十三横澜，直若，十四涉干，十五穷穷，十六昌蒲，江离迷吴，诸浙博且，十七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九米，十八岸偃潭漫，十九原以大江，现以巫山，二零其高造则生真方包立，二一薛杀清凡，二二其碑是二三则生藏浪蒹葭，东墙二四雕湖，二五莲藕孤炉，二六安广宣玉，二七西勿居之，不可胜图。
二八旗西泽有涌泉清池，积水推移，外发芙蓉林华，内隐巨石白沙，其中则有神龟礁、沱、二九菊茂三林鳖园，其北则有阴林三一巨树、田物玉章、三二桂礁、三三木兰、三四过梨珠杨、三五扎梨隐丽、三六菊又芬芳、三七其上则有赤周渠柔、三八渊楚孔鸾、藤远射干、三九其下则有白虎、玄豹、万岩出岸、四零四象野溪、四一穷其蔓延。注意所引郭璞云特独也。注二所引者全因王洞反，又因莫风反。裴英云孙熟敖基，举水作此则。张一云除叟也，在南郡华容县。郭璞曰 ：PG 2040。江夏安陆有云梦城，南郡之江邑有云梦城。华容县又有八丘、湖，俗云及古云梦泽也。则张一云在华容者，指八湖也。今安陆东建有云梦城、云梦县，而之江邑有者，盖县名取，此则故有城也。注三集解《汉书》音义曰：高山拥蔽，日月亏缺半见。所引案《汉书》注此卷多不提注者姓名。解者云是张一，一间有余人也。注四集解徐广曰：一座峡。所引张一云者，是土，出少是山，恶，白恶，本草云一名白鳝也。注五正义要对曰：雌黄出五都山谷，与雄黄同山。注六集解徐广曰：阴符，阴暗，汉书音译曰白富，白石阴也。所引张一曰：白石阴也，出鲁阳山，苏林阴富，郭璞阴符也。注七正义言云：席青金也，必未遇之青白色者也。注八集解郭璞曰：如龙之鳞彩。注九集解郭璞曰：赤玉，赤锦也。见楚辞玫瑰石珠也。注十集解汉书音译曰：鳞球也。抹十次玉者，昆吾山名也。出善经，师子曰：昆吾之经者，所引昆吾司马彪云石之次玉者。按河图云：流州多积石，名昆吾石，炼之成铁，一座剑，光明昭如水晶。按字或作昆吾。注十一集解徐广曰：真因古贤反，翁因乐，皆次玉者。因按汉书音译曰：玄力，黑石可用磨者。注十二集解徐广曰：石次玉。因按汉书音译曰：石石，出雁门，武夫出长沙也。注十三所引司马彪云：蕙香草也，本草云蕙草一，名蕙。广志云：薰草绿叶紫茎，魏武帝以此烧香。今冬夏 ，PG 2041，田有此草，今夜似麻，其华正子也。注十四集解《汉书》音译曰：衡，杜衡也。其状若葵，其臭如坚无止，白芷，若杜若。所引张一云：衡，杜衡，生下田山。按山海经云：天地之山有草，叶如葵，臭如迷芜，可以走马。博物志云：一名土性，其根疑似细心，叶似葵，故要对异味，似细心是也。兰，张一云秋兰。芷若，张一云若，杜若，芷，白芷也。本草云一名外，皮苍云其曰外，晋曰萧，自林曰外阴昌亥反，又阴昌离反，萧阴火交反。
本草又曰杜若，亦名杜衡。今杜若叶似江而有纹理，今叶皆有长毛，古今名号不同，故其所呼别也。注十五，所引广雅云乌篷。涉干，本草名乌扇。注十六，所引琼琼。司马彪云，琼琼似蒙本。郭璞云，今溧阳乎未江离。淮南子云，夫乱人者，若琼琼之于藻本。注十七，即解徐广曰，伯阴匹卧反。阴暗，汉书音译曰江离香草，迷无其止也。四蛇床而香，朱蔗甘蔗也。伯且然何也？所引无路曰，临海县海水中生江离。正清似乱发，即离骚所云者是也。广志云，赤叶红华，则与张伯所说又别。按今琼琼苗曰江离，绿叶白华又不同。孟康云，迷无其止也。四蛇床而香，樊光曰，蒙本亦名迷无，根名其止，又要对以为迷无亦名江离。琼琼苗也，则琼琼蒙本江离迷无并相似，非是一物也。朱蔗，张一云朱蔗甘蔗也。伯且上因并伯反，下因子于反。汉书作八且，文隐云芭蕉也。郭璞云伯且然何属？未知孰是也。注十八，习解因疑迷。注十九，所引司马彪云，暗眼雨下谈漫平伯也。眼 PG 2042，因义战反。注二零，即解郭璞曰，巫山今在建平巫县也。注二一，即解徐广曰，真因真马兰也。方或曰草，生水中，华可食。利因利亦反，草似蒲。因按汉书音译曰，包标也。所引真兮，因真思二因。孟康曰，真马兰也。郭璞曰，真酸江。江东名乌真。西汉书作思，孟康云思和似燕麦。皮仓又云生，水中华可食。广志云，凉州地生西草，皆如中国燕麦氏也。注二二，即解徐广曰，薛因先解反。因按汉书音亦曰，薛赖蒿也，杀搞猴也，清凡四杀而大也。因凡。注二三，所引其碑诗，碑因壁碑下也。注二四，即解徐广曰，乌桓国有强，似蓬草，实如葵子，十月熟。因按汉书音译曰，藏似乱而叶大，浪浪为草也。兼连也，加鲁也。所隐藏浪。郭璞云，狼尾似毛，兼加因兼加。孟康云，兼加似鲁也。郭璞云，兼美也，似冠而细小，高数尺。江东人呼谓兼蒿，又云加鲁也，似尾而细小。江东人呼谓乌鸥，乱鹦鹉换反。美英敌东墙，按序汉书云，东墙似蓬草，实如葵子，十一月熟。广志云，紫色青黑，河西与云带我东墙，长我白梁也。注二五，所引雕壶，暗谓孤米。注二六，即解徐广曰，生水中，所引郭璞云，孤蒋也，卢为也。注二七，即解汉书音译曰，烟驴蒿也。轩玉有草也，所引郭璞云，安驴蒿子可疗病也。轩玉生水中，
今扬州有也。注二八集解郭璞曰图，画也。PG 2043。注二九正义郭注山海经云交，四蛇而四公，小头，细颈，有白鹰，大者数十为卵生，子如一二胡瓮，吞人，婆，四蜥蜴而大，身有甲，皮可以冒骨。注三零正义四资蜥，甲有纹，出南海，可是器物也。注三一集解郭璞曰林在山北阴地。注三二集解郭璞曰骈，树也。四子，物，叶四桑，玉章，大木也。生七年乃可知也。正义案温活人云玉，今之枕木也。章，今之樟木也。二木生至七年，枕章乃可分别。注三三正义郭璞云贵，四枇杷叶而大，白花，花而不着子，从生言领衔，无杂木，冬夏常青。按金珠似有桂树，叶若枇杷而小光净，冬夏常青，其皮不忠实，盖二色桂树。注三四集解阴暗郭璞曰木兰，树皮心香可食。正义广雅云四桂，皮心可食，叶冬夏荣，常以冬华，其实如小干是心美，男人以为美也。注三五集解徐广曰过阴符立反，汉书音译曰离山离，朱阳是阳也，所引朱阳。郭璞云赤金柳，生水边，而雅云称河柳是也。注三六集解徐广曰隐阴隐，阴暗汉书音译曰隐，隐早也。注三七正义小曰菊，大曰柚，树有刺，冬不凋，叶青，花白，紫黄赤，二树相似，非成也。注三八集解徐广曰阴渠柔，正义渠阴渠柔阴柔，皆猿猴类。注三九集解郭璞曰鸢雏，凤属也。孔，孔雀，鸾，鸾鸟也。汉书音译曰腾远，鸟鸣，射干，似狐，能圆目，所以孟康云腾。 PG 2044。远，鸟鸣，飞也。司马彪云腾远，共也。郭璞云腾共，龙属，能兴云雾。张一云射干，似狐，能圆目。注四零集解郭璞曰万言，大寿，长百旬。初，四离而大。汉书音译曰暗，狐地野犬，似狐而小也。所引郭璞云万言，大寿，长百旬。张一云初，四离而大。暗，狐地野犬，似狐而小。黑喙，应少阴言，为朝一阴暗，邹诞生阴苦兼反，谐音是。注四一正义四，状如水牛，象，大兽，长鼻，牙长一丈，俗呼渭江州。西，头四周，一角在额。汉书无此一句，于是乃始专诸之伦，首隔此兽。楚王乃驾巡伯之四，一乘雕玉之鱼，拟于须之脑瞻，二亦明月之朱旗，三见干将之雄戟，四左乌豪之雕弓，五右下伏之进谏，六阳子参乘，先阿为玉，七暗结未书，八极灵角兽，灵穷穷，踏巨虚，九翼野马，而秋桃图，十乘移风而射游旗，十一树身七立，十二赖动标志，星
刘廷吉，功不虚发，终必绝字。十三，动胸达意，绝乎心系，或若与兽，言草必地。于是楚王乃米节陪回。十四，翱翔荣与。十五，览乎英灵，观壮士之暴怒，与猛兽之恐惧，角骨繁兽躯。十六，单睹西物之变态。注意集解《汉书》音译曰：寻，饶也，伯，如马，白身，黑尾，一角，巨牙。食虎豹，饶而驾之，以当驷马。注两集解郭璞曰：以海鱼须为流金，言挠若也，通伯未沾也。注三集解《汉书》音译曰：以明月珠坠是其。注四集解《汉书》音译曰：干将，韩王见师，雄戟，湖中有喜，干将所造也。PG 2045。所引应少曰：干将，无善也者信。如纯曰：干将，铁所出。敬卓曰：何驴助干将见？应少说是。方言云：己中小节次者，所谓雄戟也。周楚风土记云：戟为武兵，雄也。喜音句按周礼也是为歌。胡三之，注云：胡，其节也。又礼图为己之取下为胡也。注无所引乌号之雕弓，皇帝上仙，偶臣举弓报之而号见。封禅书及交祀志文，韩诗外传云：公公之妻曰：此公大山南乌号之这按怀男子云：乌号这桑，其才坚进，乌妻其上，将非之进复起，号乎其上，伐取其才未公，因曰乌号。古史考风俗通，皆同此说也。注六集解徐广曰：为朝云下，下意也。史氏名曰福，吕敬曰：不差谓之福也。所引案下意，善射者又福，见士之名，故云下福。右下后世有良公名樊若，其始一良，即樊若见福是也。注七集解《汉书》音译曰：杨子，仙人临杨子，仙阿越狱也。为昭曰：杨子，古贤也。所引符前云：杨子，仙人临杨子也。张一云：杨子，伯乐也。孙杨字伯乐，秦庙功臣，善狱者也。符前云：仙阿未越狱，或曰美女脚好貌。又乐产曰：仙阿山名，有女子楚其言，月立言度，月入月中，因名月玉也。注八所引郭璞曰：言顿配也。司马彪云：暗配徐行德，节，故曰暗节。马足未斩，故曰未书之也。亦曰未未得也。注九集解郭璞曰：穷穷，司马而色青，俱虚及穷穷，变文户言之。穆天子传曰：穷穷俱虚，日走五百里也。注十集解徐广曰：秋阴锐，阴暗。郭璞曰：野马如 PG 2046。马而小，陶图驷马秋车轴头。所引摇陶图，上因为摇车轴头也，为车轴冲杀之。陶图野马。注十一集解《汉书》音译曰：移风千里马，尔雅曰归，如马一角，不角者其也。所引吕氏《春秋》云：移风之城古。今注云：秦始皇马名为昭云，其如马一角。尔雅云：归五角曰其，非麒麟之其归阴兮。
注：十二集解徐广曰：七因七见反，立因立亦反，阴暗。汉书音译曰：皆即貌。注：十三集解为昭曰：在目所指，终必绝于眼字也。注：十四集解郭璞曰：或云结，今之所仗性结也，所隐私。马彪云：米犹低也。或云结，今之所言仗结性结也。注：十五所隐郭璞曰：言自得。注：十六集解徐广曰：古凡阴句，阴暗。郭璞曰：古凡提及也，屈进也，言兽有倦有者，则角而取之，所隐角膜受屈。司马彪云：角遮也，膜倦也，未遮其倦者，膜阴聚，屈阴屈。说文云：膜劳也，燕人未劳未磨，脚因骨摇反。于是正女慢饥，一被阿袭，二于注稿，三蓝仙罗垂雾湖，四壁积千咒，淤许委屈，欲挠膝骨，五纷纷飞飞，六阳一续消，七飞仙垂烧，八浮雨衣米，九控霞翠菜，十下磨兰蕙，上浮雨盖，错翡翠之微蕊。十一妙绕玉虽，十二飘忽忽忽，若神仙之仿佛。十三注一集解郭璞曰：慢饥未邓慢饥，妇人之总称。正一文引云：郑国出好女，慢者其色里慢则也，如纯云正女下姬也。慢姬除武王夫人邓曼 PG 2047。注两集解汉书音译曰：啊细增也，习不也，正义按东阿出增也。注三集解徐广曰：于因于正义于义也，为昭云注之色若稿也，言云注之注也，稿先知也。注四集解郭璞曰：言细如雾，垂以覆头。注五集解汉书音译曰：必积简则也，牵缩也，咒才也。其咒中文理浮欲新曲，有似于溪谷也，所引小言云：必积今之群疑，古谓之素积。苏林曰：牵咒缩促之事也，咒因侧就反，则因差隔反，才因再待反，欲挠膝骨。孟康曰：其咒中文理浮欲新曲，有似于膝骨也。心自林因秋意反。注六所引郭璞云：衣长帽正义上方云反，下方非反。注七集解徐广曰：宜阴宜衣袖也，阴暗。汉书音译曰：续消才智貌也，所引阳宜虚消。张燕曰：阳举也，宜衣袖也，虚消才智貌也。注八集解徐广曰：仙阴山阴暗。郭璞云：仙当衣是烧既烧也。注九集解郭璞曰：淮南所谓曾折磨地，浮与衣为也，正义于阴于衣于其反。为正女慢饥是从王者，浮其车舆而衣米。注十集解汉书音译曰：控霞衣上张旗也，翠菜衣生也。所引孟康曰：控霞衣起张也，为昭云霞因呼甲反。翠菜孟康云：翠菜医生也。郭璞曰：翠菜有翠尖也，正义侠活甲反。翠因翠菜 PG 2048。千惠反。注十一集解徐广曰：错因错或作错粉翠蕊，
注十二集解郭璞曰：虽所知已登车，正义言云：下摩兰会为垂梢也，上浮羽盖为飞仙也，欲虽以欲是虽也，言飞仙垂梢，错兰翡翠之经幡，或绕玉虽也。张一云：翡翠大小亦如雀。雄赤曰：翡，雌青曰翠。博物志云：翡身通黑，为胸前背上翼后有赤毛，翠身通青黄，为六和上毛长寸于青，其飞则与名翠翡翠斐然，因以为名也。注十三：正义仿佛言似神仙也。战国策云：正之美女粉白，带黑而立于渠，不知者谓之神仙。于是乃相与聊于惠普，一盘山伯素二上金题，言翡翠射方璧，三维增出仙角诗，四一白骨连驾鹅，五双仓下玄鹤家，六代而后发，游于青池，符文艺，西洋桂蟹，八张翠为见羽盖，网菊帽，吊子背，九窗金鼓，吹鸣籁，十榜人歌，十一生流喝，十二水虫害，波鸿吠，涌泉起，奔阳会，雷石相及，狼狼散散，若赖亭之声，闻乎数百里之外。注一集解郭璞曰：聊烈也，因聊所因而雅云。萧烈曰：聊。郭璞曰：聊烈也，又因聊也。注二所引盘丝薄醋，为昭曰：盘丝匍匐上下也，醋因素忽反。注三集解汉书音译曰：方璧鸟四凤也，所引司马彪云：方璧山鸡也。许慎云：碧鸟也。郭璞曰：四凤有光彩，英俊仪。李同云：方璧神鸟，飞光尽天也。 TG 2049。注四集解许广曰：角鹰啄。注五集解郭璞曰：野鹅也，驾鹰家，所引驾鹅，尔雅云：书雁鹅也。郭璞曰：野鹅也。正义谷水屋也，驾鹅连未兼获也。鲍朴子云：千岁之谷纯白，能登于目。注六集解郭璞曰：诗云一言家之事也。正义司马彪云：苍似燕而黑，一呼未苍阔。韩诗外传云：胎生也。香贺金云：贺寿二百六十岁则色纯黑，按一双苍记下，又加玄鹤之上也。注七集解汉书音译曰：翼水鸟也，化其象于船首。怀男子曰：龙舟一首，天子之城也。注八集解许广曰：音译阴暗为昭曰：谢聊也。注九集解郭璞曰：子之黑文也。正义毛失虫于书云：背水之介虫，大者行因下狼反，小者未背，其白直如玉，子点未闻，皆成形列，当大者近一尺，小者七八寸，经九针，交之以为杯盘食物也，或执船云被宝归是也。注十集解汉书音译曰：窗壮也，赖萧也。注十一集解郭璞曰：唱照歌也，榜传也，英棒。注十二集解许广曰：乌麦反将席聊者，吉林谷一起风碎，车岸行其旧队，是呼盈盈班呼异异。二于是楚王乃登阳云之台，三伯乎无为，但乎自持芍药之何惧而后遇之。四不若大王终日驰骋而不下舆，列歌轮翠
自以为愚。五，臣妾观之，其待不如。于是王默然无以应仆也。注意集解郭璞曰：灵谷，六面也。PG 2050。注两集解郭璞曰：皆偶形貌也。注三集解徐广曰：宋玉云楚王游于阳云之台。阴暗。郭璞曰：在云梦之中。注四集解郭璞曰：芍药，五味也。注五集解徐广曰：翠，千内反。阴暗。郭璞曰：烈，薄，翠，然也。烈阴卵也。乌有先生曰：是何言之过也？足下不远千里，来旷齐国，一王西发境内之事，而被车骑之西，以出田，乃欲脚力致祸，以于左右也。何名未夸哉？问楚地之有无者，愿闻大国之风烈，先生之舆论也。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设言淫乐而嫌耻靡，妾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故非楚国之美也。有而言之，是张君之恶；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性。张君之恶而伤私意，二者无异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轻于其而累于楚矣。且其东堵巨海，二南有狼邪，三关乎成山，四射乎之福，五伏伯谢，六游孟珠，七邪与宿甚未临，八又以汤谷未界，九秋田乎青丘，十傍黄乎海外，吞若云梦者八九，其余胸中层不地界。十一若乃触躺归尾，一方书类珍怪鸟兽，万端灵翠，充任其中者，不可胜计，语不能明，气不能济。十二然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怨诱之大。先生十三又见客。十四是以亡辞而不复。十五何谓无用应哉？注一集解郭璞曰：言有会况也。注二所引堵，苏陵因主，小舟曰堵，渭东有大海之堵也。注三集解郭璞曰：山名在狼邪县界，正义山名在密州东南百三十里，狼邪台在山上。注四集解徐广曰：在东莱不夜县，所引张一云关缺也，于山上筑宫阙。郭璞云：言在山下游关因管也。 TG 2051。正义风禅书云：乘山斗入海，言上山关也。扩地至云乘山在莱州文登县东北百八十里也。注五集解汉书音译曰：知福山在牟平县，涉猎其上也。正义扩地至云福山在莱州文登县西北百九十里，言涉猎其上也。福音福。注六集解汉书音译曰：海别之名也。所引岸其东赋云：海傍曰伯，断水曰泄也。注七集解郭璞曰：宋之叟则名正义周礼直方世清，周叟曰望珠，郑玄云望珠，梦珠也。注八正义邪谓东北皆知，扩地至云漠河国，古宿甚也。亦曰一楼，在今东北八千四百里，南去浮于千五百里，东及北，各抵大海也。注九正义言右者，北向天子也。海外金云汤谷在黑池北，上有扶桑木，水中十日所遇。张一云日所出也。许慎云热如汤。注十集解郭璞曰：青丘山名亦有田，出九尾狐在海外矣。所引郭璞云：山名出九尾狐也。正义福前云：
青丘国在海东300里。郭璞云：青丘，山名，上有田，亦有国，出九尾狐，在海外。注十一，所引张一曰：次梗也。郭璞云：言不绝有也。注十二，正义与魏尧司空，遍九州土地，山川草木禽兽，弃魏司徒夫五教，主四方会稽，言二人犹不能明记其数。注十三，所引指子虚也。注十四，所引如淳曰：见宾客李代故也。李善曰：言见先生是宾客之也。注十五，所引郭璞曰：父答也。吴世公听然而笑意曰：楚则失矣，其意未未得也。夫史 TG 2052，诸侯纳贡者，非为财币，所以数值也。二封疆划界者，非为守御，所以进营也。三经其列为东凡，而外思素甚，捐国于县，约海而田，其余亦故未可也。且二君之论，无物明君臣之意耳。正诸侯之礼，徒是争游猎之乐，怨诱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悦，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是足以贬君自损也。且夫齐楚之事，又焉足道邪？君为赌夫俱利也，独不闻天子之上临乎？注一集解郭璞曰：听笑貌也。所引说文云：听笑往。注两集解郭璞曰：诸侯朝于天子曰数直，言数所直，见孟子。注三集解郭璞曰：进爵迎放也。左仓吴，右西极，一丹水更其南，二子渊尽其北，三中十霸产，出入精卫，四封号，五辽爵，六迂于尾蛇，经营乎其内，荡荡西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西东西南北，食物往来，出乎交丘之缺，行乎周瑜之浦，八进乎桂林之中，九过乎央莽之野，十密乎浑流，顺阿而下，十一覆爱闪之口，触穷石，积堆奇，十二废乎暴怒，汹涌滂沔，十三碧薄密谷，十四十五横流逆折，转腾辟裂，十六蓬壁沆瀣，十七穹隆云挠，一八弯扇交立，十九余波曲翼，二零独独下濑，二一披炎魔拥，二二冠杨志佩，二三零底助祸，二四缠着，二五陨坠，二六战战，二七隐隐轰棒轰散，二八绝绝鼓鼓，赤极丙肺，二九持波跳墨，三零鼓马票极，三一悠远长怀，三二极辽无声，似乎永归，然后号咬黄样，三三安降徐怀，赫呼浩浩，三四东筑大湖，三五演一皮池，于是乎蛟龙赤痴，三六炫稳蝉离，三七鱼花前托，三 TG 2053，八鱼鱼屈纳，三九见其四零卓尾，振林奋翼，前楚鱼深言，鱼憋欢声，万物熄火，明月珠子，地利江米，四一属实黄杠，四二水玉垒科，四三零零烂烂，彩色冰干，从几乎其中，鸿鹄素宝，神逼楚品，四四相乘，四五狼木，四六凡物拥血，四七公六交炉，四八偶服乎其上，泛银泛滥，四九随风淡淡，雨波摇荡，
演宝草主。五，零煞蝶五一金枣。五二咀嚼灵藕。注意集解郭璞曰：西极，宾果也。见尔雅。正义文隐云：苍梧郡属胶州，在长安东南，故言左。尔雅云：西至于宾国未及，在长安西，故言右。注两集解《汉书》音义曰：干水出上洛以岭山。注三集解郭璞曰：子渊所谓祥。正义山海经云：子渊水出根齐之山，溪流注河。文隐云：西河古罗县有子泽，其水紫色，注一子在县北，于长安渭北。注四所引张一云：坝出蓝田西北而入渭，产溢出蓝田谷，北至坝陵入坝，坝产二水尽于院中不出，故云中石也。今渭二水从院外来，又出院去也。今水出安定泾阳县尖头山，东至阳陵入渭，渭水出陇西首阳县鸟属铜雀山，东北至华阴入河。注五所引风稿张一云：风水出户县南山峰谷，北入渭，稿在昆明池北。郭璞云：稿水，风水下流也。注六集解郭璞曰：皆水流貌，应绝。所引应少云：辽，流也；绝，涌出生也。张一云：又有绝水出南山。姚氏云：辽，或作涝也。涝水出户县，北注渭，绝水出杜陵。今宁盐水自南山黄子皮西北流注昆明池入渭。按此下文八川分流，则从泾渭坝产风稿 ，PG 2054。辽绝渭八，晋卓曰：从丹水下则有九，从坝以下则七。按今绝既是水名，除丹子二川，自泾渭以下是足八川，是泾盈乎其内也。又潘岳、关中记曰：泾渭坝产风稿涝绝，上林父所谓八川分流。注七集解郭璞曰：八川名在上。注八集解郭璞曰：交丘，丘名言有言缺也。见楚辞于益州名，蜀人云见方言，所引浮前云：丘名。楚辞曰：时交丘且焉止席也。按两山俱起，向双缺，如淳云：丘多交也。注九集解郭璞曰：桂林，林名也。见南海经也。注十集解汉书音义曰：山海经所谓大荒之也。注十一集解郭璞曰：啊，大林。注十二集解郭璞曰：穹隆，大石帽堆沙堆齐曲岸头阴齐。所引郭璞曰：堆沙堆齐曲岸头也。注十三集解凶因徐勇反，勇因勇，滂因浦横反，命因浦败反。所引汹涌澎湃，司马彪云：汹涌跳起冒，澎湃相立也。勇或作荣，澎或作滂。注十四所引司马彪云：必废盛茂密谷去疾也。正亦必薄密三阴密于彼反。注十五集解郭璞曰：必测比劫四阴。所引司马彪云：必测相破也，密至相泄也。郭璞云：必测比劫四阴。注十六所引苏陵曰：刘清吉也。注十七所引滂必沆盖，盖亦作泄。司马彪云：滂必水流生也，沆盖徐流。郭璞云：古怒欲梗之王也。正一鹏浦鹏反，必浦密反，沆
胡狼反盖胡代反 PG 2055注18所引穷重云挠浮前云水玄还作泉也郭璞云水龙岂回鱼也注19所引司马彪云弯扇辗转也交力斜曲也阴晚扇交力似阴也正义弯阴晚禅阴扇注20即解徐广曰巫峡反所引余波曲意司马彪云余波后临前也曲意疏于深泉也一阴烟夹反注21所引司马彪云独独水生也阴历注22正一批白解反言言司马彪云批反极也庸取威也注23所引至配郭璞云水洒散网至阴丑至反注24正义底阴歌底水中沙为起出水者也尔雅云小指曰底或虚也注25所引上阴是战反下阴是着反说文云水小生也注26正义允阴允遂直类反注27即解徐广曰战阴审注28正义烹披蒙反棒蒲黄反轰呼红反散苦盖反皆水流古怒之声也注29即解郭璞曰是阴冲力反即阴计所引绝古赤极郭璞云皆水为转系永茂绝古阴绝古是阴冲力反即阴计广雅云古古绝流也周成兰自云赤极水废之王也注30即解徐广亦云西峡注31所引马晋卓曰华给反郭璞云许立反古马急转王也 PG 2056注32正义放散冒也注33正义晃养二阴郭云接水无涯计也注34所引鹤阴鹤号阴稿诗曰白鸟鹤鹤郭璞云水白光网鹤阴小号阴号也注35正义太湖在苏州西南注36所引文隐曰龙子曰吃张一云雌龙也正义吃丑之反文隐云龙子未吃张一曰雌龙也二说皆非广雅云有角曰就无角曰吃按就吃皆龙类而非龙注37即解徐广曰禅阴见阴暗郭璞曰炫稳为也阴更蒙禅离未闻正义炫古邓反稳莫邓反李奇云周洛曰尾蜀曰炫稳出拱山穴中三月落河上能渡龙门之县则为龙矣注38即解徐广曰于阴于凶反皮有文出乐浪前阴前脱阴脱多口鱼阴暗郭璞曰花似莲而黑汉书阴意曰前似里而大也注39即解徐广曰鱼鱼鱼牛也曲一座曲阴榻那阴那一座塔阴暗汉书阴意曰曲比目鱼也那提鱼注40正义见阴干其阴其见举也其者鱼背上列也注41即解郭璞曰米崖也所引地波江米应少曰米边也明月珠子生于江中其光耀乃照于江边张一曰米崖也郭璞曰地波照也
注四二级解郭璞曰：杠石黄色也。注四三级解郭璞曰：水玉，水晶也。注四四级解郭璞曰：素，素霜。哪品？四鸭儿大。PG 2057，长颈赤目，紫干色也。所引宝阴宝。郭璞云：宝似燕，无后止。毛师鸟兽书云：宝似燕而虎文也。正义哪品？竹玉二阴。郭云：似鸭而大，长颈赤目，紫干色，辟水毒，生子在深谷涧中。若时有雨，明死者生子。善斗，江东呼为竹玉。注四五正义郭云：相臣似福而功高，有毛冠，辟火灾。注四六集解徐广曰：狼阴环，所引睡木。郭璞云：未详。小言云：金隐衔游水鸟，大如鹿而短尾，其色红白，深目，目旁毛长而悬，此其玄目乎？睡阴玄。注四七集解徐广曰：凡物一作翻物，庸阴荣，阴暗。汉书音译曰：凡物福也。庸写似物，灰色而积足，所引凡物庸渠。郭璞云：凡物鸭属庸渠，一名张渠也。注四八集解徐广曰：公阴真，水鸟也。溜阴丝文，阴火交反，阴暗。汉书音译曰：公溜苍黑色。郭璞曰：蛟，鱼蛟也。公敬伟，炉炉轴也。所引真曲，张一云：真曲似于虎而苍黑，邹旦本作吃溜也。注四九所引郭璞云：歇鸟任风波自纵票往，范阴逢范阴方见反。广雅云：范范范范福也。注五零所引张一云：眼富也，草丛生曰宝也。正义眼富也，宝一也，言或依草主而游戏也。注五一正义煞，书甲反，蝶帐甲反，鸟食之声也。注五二级解郭璞曰：金水草。吕氏春秋曰：太湖。 PG 2058，知金也。所引郭璞云：金水草早从也。吕氏春秋曰：太湖之金，左传云：平凡运早，运极聚，于是乎重山龙耸，崔为嵯峨，一身灵巨木，展颜参嵯，二九微结孽，南山峨峨，三眼九四眼齐，嘴尾绝齐，五镇西通古，六简产勾毒，七憨亚或可，八命临别岛，九微魁平会，十秋须绝蜡，十一引灵御扇，十二登将施米，十三皮尺比质，十四眼容银玉，十五散幻一路，十六亭高千里，米不备注，十七言以绿会，十八备以江离，柔以迷无，十九杂以流移，二零夫解旅，二一传丽沙，二二接车横栏，旅本涉干，二三子江，二四然和，二五真诚若孙，二六先知黄历，二七蒋旭清凡，二八布户洪泽，延曼太原，利弥广演，应风披靡，瀑方阳烈，二九郁郁飞飞，西厢发月，西厢不写，三举碧帛，三零。